乐世界没有时空位次，没有时间，就是过去未来你都看到，没有空间，距离没有了啊，再远的距离它就在面前，这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啊，所以你亲近一切诸佛如来十方世界，不费吹灰之力了，没有举足之劳啊，一步都不要动啊，十方佛都在面前了。既生信愿，更持佛号，便得度脱。真信啊，为什么念佛人不能往生？信心不足，他有怀疑。啊，为什么有怀疑？理事了解不够透彻。啊，所以佛为什么天天讲经说法？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帮助大家断疑生信。如果真信了，真信了可以不要听经了，也可以不必念经了。啊，要知道啊，佛讲经那个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疑才生信。啊，断疑生信之后，你真发愿了，你晓得这个轮回真苦。不能再干了，以往在轮回里干了这么多年啊，那个年都无法计算了，论劫数算了，无量劫了，苦不堪言了。现在搞清楚，搞明白了，今天遇到这个机会，决定可以出得去。依照这个法门，真能超越这个机会。得来不容易啊！前清彭吉谦居士讲：“稀有难逢之一日。”这后头前面讲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你今天遇到了，你能够抓到，你今天就成佛了啊！便得度脱，度脱是永远脱离十法界，不暂时流道啊，脱离十法界了，极乐世界不在这十法界里头，叫横超啊！啊，身比过矣啊！你到了极乐世界，你看见佛闻法，得无上物。这是我们念念希求的 啊，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同时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弥陀经上诸位受持的都是鸠摩罗什的译本啊，这个译本讲六方佛玄奘大师的一本是十方佛啊，无量寿讲经上讲的是十方佛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你都见到了。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时空这个维次？我们这个时间有时空维次，极乐世界没有时空维次啊，没有时间，就是过去未来你都看到，没有空间，距离没有了啊，再远的距离它就在面前，这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啊，所以你亲近一切诸佛如来十方世界，不费吹灰之力了啊，没有举足之劳啊，一步都不要动啊，
十方佛你都在面前了。啊，我们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还没到，还没达到这个。啊，我们现在用这个电视屏幕，啊，可以看到远方的这个景象，啊，也如同对面前，啊，可是它平面的，它不能走出来跟我交谈呐。啊，西方世界是真的就面对面的。啊，只有我们说科学跟极乐世界相比还差得很远很远。啊，所以我是不断鼓励这些科学家要到极乐世界去留学。啊，阿弥陀佛是大科学家，那真了不起。啊，都要向他学习。啊，见佛。见佛有什么好处？听佛说法。啊，说法我们就开悟了，得无上悟，无上悟就是究竟圆满的开悟，那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到极乐世界成佛很容易。啊，你的机会太多了，你天天都接触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你去供养他。去礼拜修福报啊，啊，听经开智慧呀，啊，啊，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就干两桩事情。这些概念都是六道里面的众生虚妄想象啊，我们用的很习惯了，以为这很正常了，其实全错了，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说不了六道轮回，啊，应当把它放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啊，那净宗的方便就是说，用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把所有这些虚幻的观念呢，通通把它取而代之。啊，念头才一起就阿弥陀佛，不要有第二个念头。啊，为什么？这一个佛号是我们在此地跟西方极乐世界导师阿弥陀佛联络的一个信号。哎，你念这句佛号就跟他有联系。啊，天天联系，时时刻刻联系，把其他东西都甩掉。我们这条线就通了。由念而入无念，因往生而起无生。啊，有念是凡夫，无念就是佛。啊，有念有什么念呢？起心动念，大乘经里面叫它做无明烦恼。啊，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妄想分别执着，有念呐。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人成佛了。啊，佛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你不能说他无念。他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不能说他有念。啊，这是什么原因？不起心不动念，是清净即灭了，
自性本体现前，啊，众生有感，它就有应，应是起作用，作用可以现象，啊，你能够见到佛菩萨，你能够亲近佛菩萨，你有疑惑，佛菩萨能帮助你解决，这是从体起用。体是真的，永恒不灭，相是假的，刹那生灭。啊，所以相不能说它有，体不能说它无。啊，这些概念都是六道里面的众生虚妄想象啊，我们用的很习惯了，以为这很正常了，其实全错了，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应当把它放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啊，那净宗的方便就是说，用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把所有这些虚幻的观念呢，通通把它取而代之。啊，念头才一起就阿弥陀佛，不要有第二个念头。啊，为什么？这一个佛号是我们在此地跟西方极乐世界导师阿弥陀佛联络的一个信号。啊，你念这句佛号就跟他有联系。啊，天天联系，时时刻刻联系，把其他东西都甩掉，我们这条线就通了。啊，你就得感应道交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用一句阿弥陀佛有念呢。啊，到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就真的无念了。啊，因往生而去无生。啊，我们这个方法啊，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真的无生了。啊，无生就是生死没有了。啊，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如此，说顿悟此心啊，本来平等，平等是佛性。啊，你把真正的自己找到了。啊，唐海东云霄寺云，唐是唐代，海东是现在的韩国。啊，韩国有一位法师元晓，他在中国留学，啊，亲近善导大师，这善导大师的弟子，回去之后教化一方，是韩国净宗的大德。他说的这句话，说四十八愿呢，先为凡夫，今为三乘圣人。这话说得好，如果不是其入境界，这话说不出来。啊，我们从这个境界里面，对于弥陀，对于释迦佛，
无限的感恩呢、啊、为什么呢？我们是凡夫啊，不是这个法门我们不能成就，因为这个法门我们的成就超过三乘圣人啊。这个三乘，大乘是菩萨，中乘是辟支佛，小乘是阿罗汉，往生西方极乐界超过了他们。他们比我们困难呢、为什么呢？他们有执着啊，有所执障，就是对这个法门呢他不相信我们虽然有障碍，但是续是善根深厚啊，说老实话，这个法门我们一听就欢喜，一听就想真学啊，真想到极乐世界去绝对不是这一生的，过去生中肯定学过这个法门啊，随着一接触，把阿赖耶里面的善根种子引起来了啊，跟前世修的接上了，这才产生了力量啊，坚固的心愿心。可见净宗之妙，首为凡夫得度啊，这净宗之妙啊，什么是真经？每个宗派不一样，每个法门不一样，各有各的正见。净宗法门的正见就是一句弥陀，认知正见，阿弥陀佛忘掉了，名闻利养起来了就完了，你就堕入魔界去了啊！你要知道，你走的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路啊，你走到岔路上去了，如果不赶快回头，你肯定迷失方向啊！那真是万劫不复啊！他力妙法，善乎行人。其他法门全凭自力，末世修行多诸障难啊！这一句十六个字，我们要记住啊！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都要靠自力。自力说断烦恼证菩提啊，在末世，在现前这个时代往后修行真的有可能下面举例，这列入楞严经中光明行人与禅观中之五十种阴魔干扰啊，我们这一次就不再讲这个五十种阴魔了啊，要讲五十种阴魔大概二十个小时还讲不完啊，诸位要知道的话呢，去看楞严经啊，楞严经看不懂啊，看注解啊，楞严经的注解很多啊，比较浅显的近代的云因法师的讲义可以看
行人正见烧时，便现魔王。这一句我们要特别留意。那五十种阴魔，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啊，每一种里面有十种魔，五十种啊。啊，你看看色，这是外面有形的境界，也就是说，外界的诱惑。其他四十种是你内心的烦恼啊，一诱惑你就上当了，正见烧时你就变成魔了。你原来是佛啊，什么是正见？每个宗派不一样，每个法门不一样，各有各的正见。净宗法门的正见就是一句弥陀，正知正见。阿弥陀佛忘掉了，名闻利养起来了，就完了，你就堕入魔界去了。啊，你要知道，你走的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路，你走到岔路上去了。如果不赶快回头，你肯定迷失方向。啊，那真是万劫不复啊！一万劫你能不能找得回来？有问题啊。不见得能找回来。啊，所以过去人心善良，社会风俗淳厚，修道还容易。啊，外面诱惑没有像现在。啊，现在的诱惑力量比过去增长100倍不止，太可怕了。啊，学佛老同修啊，学过楞严，学过大乘经的知道啊，可是能不能对付这些境界很难讲啊。啊，所以修行躲在魔境界里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他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要警惕。这是讲境界现前，佛境界现前。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这是举这个例子讲什么呢？烧时正见，你就堕落了啊。那么这一种境界在现前社会很多啊，见到的瑞相，见到阿弥陀佛了啊，见到诸佛刹土了啊，真有人见到啊，那不假的，甚至有几个人同时见到的
啊，还有现在的社会，中国外国都一样。啊，附体的很多。啊，幻觉里面产生的现象也很多。啊，这个里面有很多佛经解，真的是假的呢？你要看了之后不动心就是真的，你要看到的时候动心了，啊，你认为是真的了，错了。你要晓得，一切境界现前，你如如不动，你是真的。境界现前，你信心动摇了，你起妄想了，你错了，你就上当了。那个境界是魔境界，所以境界是魔是佛，不在外面，取决你内心。你内心还是戒定慧做主，外面境界都是佛境界，魔境界也是佛境界。你如果起心动念了，啊，或者生欢喜心，或者生厌倦的心，全错了，你心动了。啊，或者你起了啊，贪嗔痴慢，这就错了，不能被外头境界所动啊！啊，人家说你是什么佛再来的，哎，你就真以为是的了，完了，你已经堕到魔境去了。祖师给我们施的榜样就对了。啊，看到再好的境界，不说。啊，自己心里头如如不动，加功永恒呐、啊，这好境界啊！啊，你的功夫到相当程度的时候，佛菩萨十个境界人来考验考验你。你如如不动，提升了；你要一动心呢，马上下降了。啊，你还经不起考验。你这关没及格，菩萨会不会应化在世间？会，啊，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身份一暴露，马上就走，真的，那不是假的。身份暴露还没走，妖言惑众啊，这假的了，不是真的。啊，印光大师当年在世，有人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他老人家极口否认，严重警告。啊，那是一个小孩，不信佛的，初中学生，梦中梦到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告诉他，大势至菩萨最近在你们这儿讲经，叫他去听。他说大势至是哪一个？印光法师。啊，所以全家人的时候欢欢喜喜去见印光法师，把梦着被印光法师臭骂一顿。啊，以后你再说，不准你进门，再不敢说。啊，到印光法师圆寂了，他写了一篇文字。这篇文字在印光法师永思录里头，真的不是假的。啊，观音菩萨告诉他，印光法师住世好像还有四年。哎，真的四年之后他就走了，所以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中国古时候真有啊，啊，布袋和尚，宋朝时候人，住在奉化，浙江奉化，学读寺，
啊，这是个传奇人物，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俗家情形，没人知道。啊，只看到有这么一个和尚，常常在外面化缘，拿一个大口袋。啊，别人供养呢，他也不分，那也不看。啊，有供养往口袋里丢，背着就走。啊，所以人家叫他布袋和尚。啊，他化名没人晓得，叫布袋和尚。啊，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说了人家就走了，真走了啊！所以中国人塑弥勒菩萨像都塑他的像，塑布袋和尚像啊，他真有本事啊！啊，天台山国清寺，你看寒山拾得风干。啊，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啊，身份被拆穿了，走了。啊，寒山拾得是走到山上。啊，别人很多人看他向他礼拜，那个山就裂开了，他走进去，这山又合起来了。啊，再也看不到。啊，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身份破露之后就无影无踪了，不知道到哪去了。啊，古人有这个例子，取信于后世，应化身真的是常有千百亿化身了。啊，一尊佛，一尊菩萨，无数的化身。啊，所以你见到他，要向大乘教里说是，不能认为他有，也不能认为他无。啊，你的心永远保持清净，你的心永远保持恭敬就对了。为什么呢？佛说的好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怎样恭敬阿弥陀佛，怎样恭敬观音菩萨，你就用同样的恭敬心恭敬一切众生。为什么？他们都是嘛。啊，你说再来人哪个不是再来人啊？你佛国里来是再来人，啊，魔鬼道出来也是再来人啊，是人人都是再来人，有什么稀奇啊？啊，从哪一道再来的？啊，现在真正关键重要的是我们不设真念，就是。你二六十中啊，你的佛号不间断就不是了。佛号一断了，叫圣念，正念失掉了。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净念相继，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都摄六根就是我们把攀缘心收回来。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啊！啊，净念那个净是清净的净，没有怀疑，没有夹杂的净，相即是不间断，永远保持净念相即。这是真念啊，净宗的真念啊，什么样境界现前，
金刚经上说的一句话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为外境所干扰，这就对了。所以什么样的佛菩萨境界现前，都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善境界，好境界。你的心没有被他转动，这好境界。如果你要认为哦，我看到你看我这个功夫好像好啊，你们都不如我了，我见到佛了，你们修行还没见到啊，这自以为了不起，你上当了，你已经被魔转了。所以我们的初祖慧远大师，晋朝时候的他老人家，你看带领着123个志同道合通通都是修行徒的，都求往生的，以呼吸为戒，不出这个界限发愿在那个地方往生真的，他130个人个个往生啊，真了不起啊！往生当然有先后嘛。圆公大师往生的时候，看到了阿弥陀佛，看到先往生的念佛堂那些同修啊。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告诉大众阿弥陀佛来接我了我今天往生了又跟大家讲西方极乐世界，他在山上这一段时间当中过去见过三次，这是第四次，没跟人讲过别人问他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他说跟经典上讲的完全一样。诸位晓得那个时候的经典就是无量寿经圆公大师开念佛堂就依靠这一本经为什么弥陀经观无量寿经还没翻出来应该是传到中国来了，还没有翻成中文，所以他只依靠无量寿经那祖师给我们示的榜样就对了看到再好的境界不输自己心里头如如不动，加功永恒这好境界你的功夫到相当程度的时候，佛菩萨是个境界人来考验你。你如如不动提升了，你要一动心呢，马上下降了。你还经不起考验，你这关没及格，不被外面境界影响，就叫正念。这个人对我好，我很感激。知恩报恩，一切随缘，不要作意，我一定要怎样去报他，你完了，你又堕落了。这个人对我有冤仇恨我，不必报复。总而言之，都把他看作是诸佛菩萨，他对我好是来考验我，看看我有没有贪念，他对我不好，看看我有没有嗔恨，都是佛境界所以佛跟魔是一不是二佛跟魔从哪里？从念头，你一念是觉，魔也是佛，一念迷呢，那佛也变成魔了佛一现前，你功高我慢生起来了，你看我修得不错吧，见到佛了，你们都不如我，完了，堕落了。所以楞严经上这两句话很重要。
叫可见行人稍有执着便是正见进入魔途，求生反降啊，甚至堕入泥泥，泥泥是地狱，很可怕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真修行人保持正念啊，顺境佛菩萨的境界现前不动心，妖魔鬼怪境界现前也不动心。啊，你看到那个地狱现前的啊，也是一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要去理他，还是守着一句阿弥陀佛，马上境界就没有了。啊，什么叫正念？不被外面境界影响就叫正念。啊，这个人对我好，我很感激啊，知恩报恩，一切随缘，不要作意，我一定要怎样去报他，说你完了，你又堕落了啊，这个人对我有冤仇啊，恨我，不必报复啊。总而言之，都把他看作是诸佛菩萨啊，他对我好是来考验我，看看我有没有贪念，他对我不好看看我有没有嗔恨，都是佛境界。所以佛跟魔是一不是二啊，佛跟魔从哪里？从念头，你一念是觉，魔也是佛，一念迷呢，那佛也变成魔了啊！佛一现前，你功高我慢生起来了，你看我修得不错吧，见到佛了，你们都不如我，就完了，堕落了啊！所以你见不到佛的时候，为什么？你功夫还不够，不需要来考你，你还不行，到你差不多的时候了，会有境界现前啊，来考你，你要记住，你可不能被他所动摇。啊，其实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啊，大家都晓得《华严经》上五十三参呢、啊。五十三参是什么？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段期间当中，你所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就是五十三层，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你不必去羡慕善财，哎呀，他遇到那么多善知识，我一个都没遇到。从早到晚，你所见到个个都是善知识，就是你没有觉察到啊。啊，你看到人行善的啊，这是善知识啊，立刻想想他的好处我有没有，我要没有要跟他学，我要有很好保持，不要失掉。看到作恶的人他是我的老师，回光返照，他做的那些恶有没有，由则改之，没有呢，那后有我从今之后不能犯他的过失。你看，不都是老师吗？不都是佛吗？啊，善财天天遇到，就天天不断境界向上升，一生圆满成佛。我们天天遇到，是天天错过，不知道啊。啊，原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啊，啊，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叫我们去悟的嘛。你悟了就是佛嘛，啊，悟了就回头了嘛，悟了就离苦得乐。
啊，弥了这次受苦啊。知识分子啊，高等的知识分子所知当中，执着自己的知识，他不开智慧啊，他要能够把这个放下啊，把贪嗔痴慢疑放下。虚心的学习经典，经典里面字字句句是实话了，没有妄语啊。你能接受很好，不能接受可以存疑，但是不是怀疑？为什么？它的道理太深了，我现在程度不够。啊，我现在求觉悟，求理解。啊，怎么个求法呢？以清净心，就读诵经典，一遍一遍的读，不要去想。啊，就像起心论，马明菩萨告诉我们，啊，读经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缘相。你用这个方法去读，时间长了，心定了。啊，所以读经就等于持戒一样。啊，一定要真诚、恭敬地去读。啊，就好像佛在我的面前，恭恭敬敬去读。读久了，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生智慧，啊，豁然就开悟了，就明白了。他过得多幸福多美满，那觉悟了，觉悟就清净平等觉了。那弥了，清净变成污染，平等对变成傲慢，傲慢俱生烦恼啊，觉变成了糊涂愚痴了。你看啊，觉悟的时候是清净平等觉，迷惑的时候是染污傲慢嗔恚愚痴。这个是宇宙万有的这个根源呢，把根找到了，哦，根不是真的，是假的，啊，这个假从真变现出来的，啊，真是真性，永恒不灭，我们净土宗叫常寂光净土，那是真的。华严经里面跟我们讲宇宙的缘起。啊，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比我们现在科学家讲的圆满呐！啊，怎么升起的呢？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一念不觉就在自性里面变了一个幻象，这个幻象叫阿赖耶。啊，阿赖耶就变成宇宙，变成自己这个身体，啊，几乎是同时出现，它速度太快了。啊，弥勒菩萨讲这个速度是一弹指，320兆的念头，啊，这一弹指已经320兆的念头。每一个念头就是那叫一念，啊，佛法讲一念不觉就是那个一念，啊，这一念里面有物质现象出现，物质是宇宙，有精神现象出现，精神受想行识，五蕴出现了，色受想行识啊，色是物质啊，阿赖耶的这个境界相啊，啊相分呢、啊。啊，精神现象呢，受想行识。啊，阿赖耶的见分、转想，
这个讲得好，都是从一念不觉，所以一念不觉叫无始无明啊，无始没开始。你要晓得这个说话用意很深的，没有开始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能现能变的阿赖也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所变的这个宇宙哪里是真的了？不是真的。你迷了，认为是真的，你觉悟就知道它不是真的啊。所以觉悟的心清净，一尘不染。啊，他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啊，没有对立的念头，你说他多自在啊！这就是菩萨应化在设法界啊，人家是用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那他过得多幸福多美满，那觉悟了，觉悟就清净平等觉了。那迷了，清净变成污染，啊，平等对变成傲慢，傲慢俱生烦恼啊。那觉变成了糊涂，愚痴啊！你看，啊，觉悟的时候是清净平等觉，迷惑的时候是染污、傲慢、嗔恚、愚痴。啊，这个是宇宙。万有的这个根源呢，把根找到了，哦，根不是真的，是假的啊！这个假从真变现出来的啊，真是真性，永恒不灭。我们净土宗叫常寂光净土，那是真的啊！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五句话，形容常寂光。啊，他清净，永远清净，啊，不生不灭，啊，具足无量的智慧德相，啊，从来没有动摇过，能生万法，啊，一念不觉就现万法。了解这些事实真相了，我们心就定了。啊，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你都不会被境界所动摇。啊，那叫真正的幸福。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实际上了解不够透彻。啊，这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佛法智难行易呀。啊，你看行凡圣就在一念之间。啊，慧能大师开悟就一刹那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也是一刹那了。一点都不难呢。啊，放下就是啊。但是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啊，那放不下的人，佛就是用经教帮助他。所以49年讲经说法是帮助那些放不下的人。那要是一讲就放下了，何必这么麻烦呢？不需要了。啊，宗门的大德啊，上上根性，一闻千悟，他一下就彻悟了。
就是他彻底放下了。为什么放下还要起修呢？啊，还要去学习经教呢？那是为广度众生。啊，你对于经教不通的话，众生根性不等啊，什么样的根性都有啊，你怎么去帮助他？所以这个要涉猎宗教，涉猎教。啊，学教是帮助别人，不是帮助自己。帮助自己呢，那在我们不修禅，我们修净土，就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自己就成就了。啊，经教帮别人的，啊，自利利他了。那我们没有大彻大悟啊，经教帮助别人，同时帮助自己，啊，帮助自己提升，帮助自己看破。啊，看破才真正放下。啊，所以看不破要在经教上下功夫。啊，看破就不必了。啊，所以这是这一段特别提醒我们。真经太重要了。啊，修行人不管是哪个宗派哪个法门。啊，一定要保持正知正见。啊，是故其余诸法呢，名难行道。啊，这个法门是易行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